闹够了就出来吧。喂，这个惊喜我可为你准备了很久啊！放我出去！哎呀，玉儿，从你回来那天起到现在，你只会说这一句，你换一句行不行啊？你到底放不放？我什么都能答应你，这个不行。 之前你违背宗主，险些连命都没有了。玉儿，我不能再让你这么重蹈覆辙了。我知道是我骗你在先。玉儿，我要怎么做，你才能原谅我？那你告诉我，丁毅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你都被折磨成这样子了，你还想着那小子啊？我爹有没有抓他？ 他有没有受伤？他没死，蜀山的人半道出现，没想到上古神剑的威力这么大，竟然偷袭成功，把他从宗主的手上给救走了。他平安就好。启禀宗师，血池已经准备好了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去。是。 难道他还想对电影下手？等等，你去雪池做什么？宗主说了，让我暂时接管雪池。我也要去。宗主还说了，说坚决不让你离开牢房半步。我在这被关了这么久。 很想出去散散心，我答应你，回来之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放你出去也行，不过得有点防范措施。随便你怎么做。 这就是你说的防范措施。对啊，只有这样才能力保万无一失。你我紧密相连，你去哪里，我就得跟去哪里，并且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最亲密的关系。到底去哪里？嗯。